蒙古之鸡3只3 Elva 类别蒙古干儿子。Say good. Yeah. Oh. Oh. Elva 随家父基金会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探望认养儿子辛巴。他最后一天来到辛巴家拜访辛巴的亲爹娘。Elva 一下车就对某样东西非常的有兴趣啊。好可爱，是那个吗？有点像那个什么？你不怕狗啊？我不怕，我超喜欢狗的。嗨，他看到辛巴的亲爹上前握手。三分钟。我都给他用保龄。OK， 这个满熟的辛巴终于跟他干妈混熟啦。幼稚园毕业哦，这是毕业的，全班都毕业，孩子的。有很明显就看到他，这里，这里，上相哦，这里，给你，这个，先不要，你有爱吧？好，银杏被他们看到，他在看别人，他对这个，这个可以削铅笔。有他一点他不理，幸好其他礼物搬回一程。要来看他说的装饰了，都忘他其实会穿鞋，他不可能。他现在很帅，好帅哦，帅哦，对啊，外套很舒服，可以外套明年还能穿。辛巴超害羞的啦，只好由辛巴妈代表回礼。那是什么照片？那是什么照片？他们全家。他妈妈照一样的，他们家老差多了。哎，你要买这种？而且你要买。我都在打个折。我又忘记好听吗？怎么讲？拜拜。看得出来 Elva 真的很努力当妈，等到说拜拜的时间越来越逼近，辛巴才主动。你看是要乖哦， OK， 来，站。OK， 嗯，你刚刚说我一定会在后面看到的。Elva 拼命忍哭 ，Thank you。上了车还是忍不住掉泪了，但还是得挥别干儿子。他说把房子盖更大，下次我再来。然后他说他，我给他很大的信心。羞羞羞羞，自己生一个就好了，别哭哭。你刚刚说这个都给他家分给他们，那真是对。重新调整心情后，继续拜访下一个家庭，才是 Elva 第二个儿子，长得超萌，但家里经济情况更差。他车祸，然后等待救援的时候碰上，所以就被亲戚。爸爸在看你，你觉得好漂亮？而且我脸很白啊，没苦都没有看过这种鱼。对呀，是真的。他说：“穿的裤子很奇怪。”我觉得这边小朋友比大朋友还要多，每一家几乎都是四个、五个。我其实第一天到的时候，就跟很多我自己的好姐妹、好朋友们说，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实在是太多太多。你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想 Happy Day。